这边一个，你可以煎盘子啊，起司起司，哎，帮忙起司，嘿嘿嘿，肉肉肉肉肉，给我们肉，起司都掉过去了，呀，肉很多，肉很多。哦，好了，哎，为什么接到了？汉堡肉起司啊，好。菜哎、欸，上面锅子上面有肉，刚刚好。再看可不可以有一单？来盘子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肉起司，盘子去盘子，有在盘子上面上。哎，哎呦，多一单多一单，五五四有了吧？哎，这锅子没人煎，有没有啦？有都不用丢的啊，哼哼，丢的会真的会快很多。哇，他在转超久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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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耶！我们可以最后挑战一关，之前我跟妈妈双人的时候的不解之谜，哪一关啊？因为那时候只有我跟他，然后他是在右边，要负责最重要的事情，然后他就爆炸了。哪一个、啊？我看，搞不好现在我还可以，搞不好进步了。说的很好听嘛，我们就来看看。九喜，哪一个、啊？我都忘了，很久以前的，那不是水上的吗？那时候玩了好几次，然后都还是不行。欸、我记得在这是特别关卡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没有，那是我第一次玩的关卡。哦、还很远啊、哦！它地图很大，都到一关嘞。没有啦，它一二三关都是乱跳的，应该踩吗、欸？没有踩过我。看怎么上去？这里吗？这里吗？哦、我记得，因为我记得很偏远啊。它是一个 bonus 凯文哦，对，凯文的，对这关。哎、欸，这关怎么了吗？拼尽全力688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啊，妈妈加油！好、啊。嗯，我会在哪？你应该也是在右边，因为他左边就是固定的人，右边固定的人。好，对，所以就是我看啊，这是要干嘛？加油，可以啦。嗯，第一次的凯文，我们玩了三四次都无法，这一次我们四个人，嗯，好，两个人不行，那就四个人啦。哦、我加进去加增菜。这关我们有玩到1000多分哎、欸，嗯，这关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妈妈好好好很强，切，嗯。欸、切肉，切肉，切肉，给肉，给肉。对，我们左边切肉，右边你们，面粉，让你们这边加。没有，我们你们绞肉，你们要绞，你们要绞，你们绞过我们才能蒸。对、哦、对对对，绞过才能蒸。面粉这边。我觉得以现在我们来看这关简单、啊、，easy。鱼你们可以直接切，直接蒸。放那边啊。来来上。然后还你们，不然这会地雷。把面粉加进去，把面粉加进去。哎，好了，好盘子给我们。让他蒸鱼，让他蒸鱼，盘子。我们要煎鱼，边让他蒸鱼。没有，面粉放左边。蒸鱼在蒸鱼在蒸鱼在蒸。我是猫科，我是猫科。好，我有说奇怪。好，喵哈，还有鱼，喵哈，不要转圈圈，还有鱼。不是鱼，你们这边都两份鱼上。好，上了上了，哎、欸，然后废菜要放过来，我们才可以。很简单的这关，我就用死。那还他们，还他们。还你们。妈妈，你要上菜园哦！妈妈，上菜园哦！上菜，上菜！我要洗盘子、啊。没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把面粉给我？因为我要塞进去啊！抱歉。来。妈妈，你上去洗盘子，妈妈上去洗盘子。哦，好哦。对，洗盘子比较 easy 了。当盘。这个肉都是要蒸的，是不是？那个好了，那个已经烧了，那个已经烧了。哦盘子，结果。然后你就看加油张盘，你就过去。来上一下菜。那、啊、有时候面粉有空，右边的可以帮忙。妈妈出餐。好，哎呦，拿什么盘子？面粉哦，右边的。啊，那我放下它。盘子。哎呀，这个 easy 啊。鱼，我要鱼。鱼在你们那，鱼你们要自己来哦。有。加油。好。那边肉的。两个都好了，在中间。等一下，先蒸鱼。你那蒸锅的那个可以蒸到吗？没有，没事，还等鱼。我在等鱼啊！盘子给我，盘子给我，盘子给我。妈妈来，我来。对，好。好。来，牛肉两个直接上。嗯。那这个蒸牛肉的可以放进去，还有蒸鱼，另一个是蒸鱼。好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等一下就是两个直接。盘子，好，盘子。你们等一下右边都要蒸鱼哦，现在你们缺鱼。没问题。好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按了也没反应啊？这里有个盘子。这个鱼。能拿吗？鱼。好。鱼哦，都蒸鱼哦，两个都蒸鱼哦。好。盘子。盘子有，盘子上面都有。这个，好，我送这个，我送这个，你放鱼。好，鲜鱼，然后再来牛，鱼，好，马牛都可以送，马牛，然后大量的鱼，好，大量的两份鱼，那你们隔壁的发呆啦。对，我们这边 peace。还要再一个鱼，来洗盘子，帮我洗盘子，帮我洗盘子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盘子还有一个脏的，还有一个脏的没拿过来哦。好 ，OK。有。来，我气死猪啊！那个牛都可以准备喽，牛很多。好了，再一个鱼，再一个鱼，右边再一个鱼。好，鱼又是鱼。好，然后牛的也可以放。帮你们。脏盘子记得给哦。然后鲜鱼再肉。好盘子。放给我。鱼。盘、OK 啦，1200啊！让我送这个。事实完全证明当初妈妈。送这个是这一关吗？就是这一关，因为你看右边主要要去处理，然后跟上菜，然后那时候你就一直卡，然后我没有办法，我在左边能做的事情就很 weak 啊。嗯。有了，曾经两人无法的四人可以过了。不怕，不用怕，因为我记得这一关我们那时候玩是1000分。对对对对对，绝对不会说是妈妈的问题，我们是我是我都是我，没事没事，厉害，反正厉害。感谢无心主厨繁星可以，谢谢。啊，1235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今天煮过头，连过，连战连胜，好不好？绝对没问题。除了一关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不，有机会我们也会过那一关的。好可怕！谢谢大家啦，辛苦啦，耶、！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因为又是来代班的，所以感谢大家今天晚上。拜拜喽！感谢。